动了，你叫唤什么？你轻点儿。行行行，你忍着点。哇，亏你能忍到现在啊！哎，你知道这个回去得花多少风险点吗？啊，得花多少？你的脑袋肯定是被升降平台夹过。啊！攒那么多风险点，可是又舍不得吃舍不得喝，你攒那么多风险点干嘛呀？我，你活的还不如个沉迷。别打了，你让我死在世界漏斗里行吗？哎，以后小心点，手废了攒再多风险点都没用。谁说没有？如果有足够的风险点，不管以后你受多重的伤，只要没死，我都能救你。哎，你就盼着我点好吧。这玩意儿哪来的？是凶物，带上保护罩。